看，新家伙事儿来了，我们的新厨具。今天厨房是一个64的大锅，这锅真大，还得开锅，开锅回来我们开，然后这个没给点。这回有新东西，是啊，这回这个法子好用。这回买的这个勺子，它就真坏不了。我是买的最好的，它如果还能断，那就真的太过分了。那你看能不能摇坏了这个？对，这不错，那么大，这比碗看那个还大。这同学可能会看，正好，干死。这一看你扫地，我这扫帚也给换了，越扫越脏，那个都掉了，光剩纸子了。这不到秋天了吗？这不入冬了吗？这天天落叶得扫三四遍都扫完。好了，还下雨。这次烤地瓜都不会糊了，可以放这里了。上次烤都糊了，都干了。姜都说我有大锅了，是不是能煮更多的肉了？我能吃更多了，是吧？你再晃，这个都散架了。姜都搁里边睡觉都正好。以后你钻这个吧，怎么钻吧？这有门儿。钻不了了，头上也抹不了灰了。等等，这回他倒不了里边了。这回你进不去了。开始烧水，这个壶晃。一天水都好，它下边就有点空。对，后来水压成嘛。压成。这个锅现在装好了，咱直接去医院，还得给小虎队去打疫苗。打疫苗。还得去接海盗出院，海盗的眼睛医生跟我说了，已经在拆线了。状态比较好，还比较开心吧。狗狗终于可以回家了，狗赶紧接它去。走。你在医院腿都哆嗦。又一阵了哈，以后可不来打了。我觉得还有一阵子没有了。吓我一跳。好。这一下还抖是吧？看，我把它放那边。放好了好了，尾巴也不夹子了，看小灰来。你把小灰吓死了，小灰说什么玩意儿？一个大黑耗子净舔我。你看你袍子穿好不好了？好了。非得找他呀？你都抢这样了，还得找呀？他这鼻子啊，刚才磕的牙子，我看有点跟血呀，就是他牙子又舔干净了，给鼻翼这边。他这个眼球啊，已经小肿小了不少了。嗯，跟和这个有关系。他当时是一个大空腔。空腔的话，没有什么东西能给他塞进去填上。他就只能通过就是渗血。渗血之后，他会逐步的。有血液嘛，它会流到鼻腔去。哦，它是想通的，
压力大的话就渗到冰箱里面，它一喷的话会有血水，慢慢它就没有了。那有点小咳，稍微的还有点喘，你就咳咳咳嗽，喘的话应该跟就是说便秉有关系，就是门槛大这种有关系。嗯，这个不是什么太大问题，因为它并没有出现黄鼻涕。嗯，没有，也没有请人鼻涕。那这样的情况下，我解释一下，没有太大的危险。嗯，对。正常给大家吃药就行了。对，他这个眼睛炎症，我们也得天天涂药吧？涂药就行了。他眼睛还没消肿，大概还得给他吃消炎药、打消炎针吧？稍微吃。你在家里如果有消炎药，就是小针或者口服药，嗯，可以再给他吃一段时间，然后配合外用药给他抹抹就行，这个没问题。可以。然后。他的话就恶霸，然后眼睛手术，术后的话他一直给他输液，一直到今天都在输液，就是防止他会感染什么的。嗯，总体的费用的话，有汇完之后是3200起。有汇完3000多。对，3200起。嗯，他这个钱的话，我等再过12天，慢慢的再给。这狗年龄有多大？想给它做绝育了，然后给它打疫苗，找领养了，这个。这够不了，过不去的话，可能8个月左右吧。那现在做绝育是不是有点儿？疫苗等吗？没有。这疫苗带过来吗？打疫苗过2礼拜做绝育，这样安全一点。安全一点。太小了哈。对。行，那我先给它打疫苗。它这个做它那小体型做绝育得多少钱？公的是吧？嗯。公的话，200块钱就可以了。一样都不疼。乖好，好吗？好了吗都啊，三位，我看小乙做好了，小灰灰也做好了，你搁这站着干什么？小腿还憋着啊？你要看见野子都那字儿那高兴。都老会了，来这点都没走出去啊，都在闻闻你，闻闻什么气味？医院的味道是不是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他们在熟悉你呢，不害怕哈。热的都直喘气儿，还溜着呢啊，还溜着嘞！你看小白，你看这馒头也热直喘气儿。你还溜，头一次开锅，小雪以为吃肉的了，还搁后边坐着等着都。啊，海盗，搁这蹲着，你觉得是不是以为吃肉了？喷喷香。还得看着，不让别人玩。好人快拿，等会儿，好人叼走。哎，玉夫现在没看见，快叼。哎，玉夫妇，哎，你玩具呢？哎呀，哪去了？哎呀，我俺小宝，哎，俺小宝啊，中秋也是我小宝，中秋也是的。中秋年中虫，哎，小宝。
你能知道有你一份的啊？都站最前边是吧？馒头，豆儿，我刚夸你瘦了，你这拍的嘛呢？你细狗，哎呦，泡芙，哎呦，泡芙都跳。